摄魂进入到自己的心魔中了。完了，阿叶，你真的要上为师，成为世人口中少林宗的叛徒？少林宗的叛徒，我们一切都是误会，为师是有苦衷的。你难道不想成为少林宗吗？阿叶，把手放下去。放下去。阿叶，拿起你手中的剑，放在脖子上，轻轻的，就一下。你相信师父，不会痛。怎么了？阿叶，难道你不想回上林宗吗？为师可是会失望的。感觉不对劲，小蔡，赶紧有什么收什么吧。灵魂损耗不可逆，是否使用？原来这个小魔女是一把钥匙啊，我就说怎么能用灵力的，原来是个本地人，可能是这个无知城的哪个钥匙吧。既然是无知城的钥匙，那它是开什么的？小蔡友情提示，请进剧情开启，仙魔主宰，魔族当道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看来雪儿成功了，魔族封印解开了，走。